我们来看一下哈，《颜氏帝国》讲了好多天了哈，很多人说到底对几对对几对几对对共干母傻傻，为什么耶爹呢？被他们指过的都点手成金。你想台中为什么会这些年呢？台中的残教，我们在本故事本节目里面讲过嘛。我太太三十几年前去台中的时候，佛教文物中心说，请去看咧，请我去看咧，好，拢买几千块俩，好。青菜后白青啊，无只变两千，迄个短短裤的款咧，拖鞋的米拢几十万。为什么？产教啊，就这产教就来自于土地重化所产生的土地利益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呢，台中的相关的这个重化里面有一个，那么长春自办的这个重化区啊，那这个重化相关的这个等于第一次是失败的，那第二次呢，那么负责引进的人呢，其实就是严宽能的高丁，就是林方舟就对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两边在修狗哈，两边这个重化啊，在那修狗，下面呢有这个地主呢跑出来说，当时你重化的这个主导人呐、啊，也就是啊这个严宽能的高丁林方舟，一改应工大应工哦，整个重化人家得住哦，原地原配啊，你也偷得的家。对吧？哈，配较好的土地啦，啊，够哦，就是哈，在咧林路地，什么叫林路地啊？道路旁边的土地当然是最值钱的嘛，对吧？你等于马路旁边，你想打击嘛？可是呢，到后来啊，因得住答应参与重化以后，得到的却是比较不值钱的土地啊，基本上你小狗都丢了哈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这些地主的说法。那我感觉国宝可以讲哦，你要举证。举证很重要，你要白纸黑字啊，那下对吧？哈，啊，当然嘛，没问题嘛。但如果是口头上的话呢，那你要怎么去举证？所以两边那两边胳膊上面的血滚。那我请问你哈，林方很他会说，啊，这都不是我的代志。没丢啊？为什么又扯到我头上？什么拢无你的代志，对吧？我的代志啊。什么拢无你的代志？高丁的代志。什么拢跟恁家有代志呀？对吧？啊，我问你，啊，那个所谓的招待所，不哈，长高又变胖的那个招待所，700多平方公尺，150平的违建，嘛不。无你的代志啊，嘛是恁小弟的代志。你为什么大房算计去拆人二房的厝啊？啊，对吧？你在挑拨两房的紧张是不是？可是人家严宽恒讲啊，就算不是我名下，就算是我弟弟的违建，我一样负责到底。啊，这你讲的啊，你自己讲的啊，啊对吧？啊，你105码头啊，我问你105码头是恁小弟有无哈？啊，去跟人标啊，你几年之前的到底委员，你干嘛在那个立法院里面咨询啊？对吧？无你的代志，对吧？无你的代志啊，跟你无关的，你有什么咨询嘛？这千丝万缕拢跟你有代志啊？就他伊拢讲跟伊无代志。很難我的土地去租予这个两间独立的电动玩具店，啊，土地是我的啊，嗯、电动玩具店嘛不是我的嘛，不我的代志啊，拢袂使安尼讲，因为你要选立法委员嘛。你讲安尼袂通哟、喔，讲袂通啦，那讲袂通。相亲会不会买单呐、啊？讲哪只会不会买单？卖挂电视啊，不我的代志。没知识也要尝试，没尝试就要看电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看电视我讲坦白嘞。啊，不是，讲因为因进前咧罢免陈柏惟三局长，弄个上过分对吧？哈、嗯，现在我们也不会去解释，他说哈。哦、原来他们家真的是很厉害，投资有道。我感觉严宽恒引导有一个迄个投资理财，有无哈？哎，最厉害，还一理哇，我用台北全部合法。严宽恒常挂在嘴巴讲的是合法，对不对？全部合法，但是可以赚大钱。但是这种赚大钱，某种程度上是有点投机取巧的方式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厉害，可是他的选举团队是，我用台北开个瓦雕，你今晚严宽恒买瓦雕，你温书哎，我用台北嘞，连一个举一个大的，那马路上面杀戮的马路上举一个，你我和你讲举一个四个手指头。我跟你讲坦白的啦，这款团队还是挂掉哦，绝对拢撤换掉。你只要是被他拍这个选战，拍到呢严宽恒本来稳赢的对吧？我讲坦白的啦，伊本来占尽所有的地利之便对吧？哈，结果呢，不管怎么呢，大家光说两个，这紧张的要死，急的要命，讲的话愈来愈险对吧？哈、那除此之外，还有清泉岗，这几天大家吵得非常火热，为什么？清泉岗机场是美军替咱台湾起的哈，是当时亚洲哦，除了日本之外第二大，等于说最很厉害的嘛。那在清泉岗旁边的这个产业园区啊。哎，就奇怪，啊，这个开发案22公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超过28公顷，要报中央，所以地方就可以啊。那很奇怪的是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开了在8个月之内，短短开了3次的环评大会，有相关的通知，其他县那个市政府的一些单位拢没来呢，拢请假竟然没来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怕环保人士怕你开发了以后，万一哦有个三长两短，万一大甲溪下游河水污染，龟耶海线呢，现在农田呐、啊，现在水域全部会被受到污染的啊、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大家就是针对这个啊，各位下面是几条等哎。那台中的工业区卡尼济对不哈？啊，为什么要弄一条？等于讲后边有人咧指控讲后边是有够严加土地的掉啊哈？啊，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？啊，你也出来讲清楚啊！严宽还没出来讲，这不是我名下，你也去问问迄个名下的人，啊，跟名下的公司。
啊，你跳你小弟的厝要创啥？嗯，你小弟的违建，你搁家己用卡拉机？无嘛，恁小弟家己开开卡拉机对吧？迄土地人恁小弟的呢？你哪会使去恁小弟的迄个算讲违建啊？你家己去用卡拉机嘛、嗯？所以表示你自己也知道，恁小弟的代志都是你的代志，跟你有关系嘛？嗯、啊，无你完全撇得干干净净嘛？广告一定要看电视、嗯，不看电视，你这些种事情都唔知呀。人凊彩跟你讲讲的有无吼？然后呢，你就相信，这些所说的所有的一切。嗯都是真金白银，都是真正的事情。唯一可惜的地方是，啊，严宽恒主以前到今嘛，把不出卡车关，甲咱讲，二十几年来对不哈？你到底是安那赚钱的嘛？好。